级汽车。积木围城。糟了，要迟到了。班班，你的速度太快了。雷克警长，我着急去送货。斑斑，小心前面。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大积木呀？这回我肯定迟到了。怎么回事？前面发生了什么？大家别着急，我去找阿力帮忙清理积木。我来了。哇，你来的可真及时。放心吧，这点小事就交给我了。好了，道路清理完毕。阿力，干得好，快让我过去吧。怎么还有一个？到底是谁在马路上搭建积木？嘿嘿嘿，当然是我的杰作了。来吧，让我的积木车陪你们玩玩。雷克警长，你看，原来是你干的。危险，大家快跑。救命啊！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虎，开心虎，拜特博士发明了一辆积木车，在扰乱城市。我们要马上行动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大力士吊车阿力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大吊车咔咔咔，手臂有力气，大积木小积木全都摆整齐。红警车滴滴呜，雷达车一转，有麻烦别担心，我来帮助你。积木积木全清理，汽车汽车快腾行，走去查积木车。好，积木积木变呀变，围墙变出来，长长手臂哐哐哐，积木全倒下。积木积木变呀变，迷宫变出来，开启雷达滴滴滴，找到了出口。这回你没办法了吧？糟糕，我们找不到他了。积木积木变变变，咚咚咚咚掉下来，危险危险，快快跑，小心小心要躲逃。积木积木变变变，警车警车有办法，大王大王咻咻咻，一块一块全接住。积木积木变变变，吊车吊车来帮忙，大大猴子有力量，瞄准目标全力进攻。这个导弹的积木车就交给我吧。不过这些积木要怎么处理呢？我有个主意，把它们收集起来，建造一个积木乐园吧。哦，听起来不错，一定非常有趣。我们也来帮忙。泡泡灾难。我的洗车店开业了，今天洗车免费。哇，免费到了，快来排队吧。
家在这干什么？听说是免费洗车。哇，这么好的事，我可不能错过。喂，你们刮花了我的油漆。对不起。你们小心点，差点撞到我的宝宝。对不起。喂，老兄，你是不是插队了？你可别乱说，好好排队，别浪费我们的时间。滴滴滴滴滴。今天排队的汽车真多。外面发生什么事了？大家别吵了，快停下来。妮娜，你快看，糟糕，我忘记把清洗剂拿下来了。快跑快跑，救命啊。哎呀，现在可怎么办？呼叫指挥中心。妮娜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我的洗车店产生了大量的泡泡，已经开始淹没街道了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铁臂挖掘机破防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快消失，发射水炮弹，用力用力冲冲冲，街道畅通了，前进。汽车汽车在哪里？被大妈淹没。行人行人在哪里？困在炮楼里。我们分头行动吧。好的，伸出伸出我的大铲子，对着泡泡挖呀挖，挖呀挖呀，挖出挖出两个小汽车，一辆公交车。哇，弹弹弹弹我的大车轮，飘进泡泡里，哟吼！大家大家快快抓紧我，向上跳呀跳跳呀！你们看，房顶上、树上、花园里，还有好多好多泡泡呀！大家都来帮忙，让泡泡消失吧！泡泡泡泡快消失，用水冲一冲。泡泡泡泡快消失，轮子踩一踩。泡泡泡泡快消失，挥挥大铲子。泡泡泡泡消失啦，到处亮晶晶。不小心了，真是抱歉，给大家惹麻烦了。没关系，妮娜。对了，今天还有免费的洗车活动吗？当然有，不过要好好排队呀。美味派对。今天是儿童节，我们为小朋友们准备了一个惊喜哟，好期待孩子们的到来，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。我们来了！哇，有好多好吃的。
闯祸了。哇！这下可怎么办？食材都用完了。我要蛋糕，我要惊喜。我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。看来我们需要帮忙。呼叫指挥中心。亚米，出什么事了？我们的派对出了一些意外，小朋友们哭不停，也没有食材重新制作美食了。放心吧，你和妮娜陪伴小朋友，运送食材的任务就交给旋风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梦幻美食车亚米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过界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轰隆轰隆轰隆隆，新鲜的食材交给我。轰隆轰隆轰隆隆，跨过大桥向前冲，冲啊冲啊冲啊冲，我来啦！我把食材带来了，接下来交给你们了。没问题。搅拌搅拌加鸡蛋，美味的蛋糕变出来。搅拌搅拌加水果，酸甜的果酱变出来。变呀变呀变呀变，哦变出来。披萨咬一口，香香又脆脆，果冻果冻咬一口，滑滑又软软。Yummy yummy yummy， 蛋糕真好吃。Yummy yummy yummy， 派对美食多。跟着音乐大节拍，一起来摇摆，拍手跺脚扭一扭。我们在一起 ，Happy Happy Happy， 最棒的 Party， 哇哦！救援！去滑冰喽！大家快跟上！哟吼，太好玩啦！朋友们，看我的表演！360度旋转！哇，好厉害啊！麦嘟嘟，你小心点！哎呦！是什么声音啊？哎呀，你们看，表面裂开了！快跑啊！麦嘟嘟，你怎么不跑呀？我害怕。别害怕，我们来救你。麦嘟嘟，麦嘟嘟，谁来救救我们？
集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火箭赛车旋风，大力士吊车阿力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冲呀冲呀向前冲，加速加速加速，冰点碎裂很危险，开始分头救援。伸呀伸呀长手臂，边长边长边长，让我紧紧抓住你，保证安全落地。快救救我的朋友。别担心，交给我们，开启潜水模式。雷达开启滴滴滴，发现目标 go go， 紧急救援快行动，向上游啊游。怎么动不了了，我去看看。加大马力轰隆隆，快速向后喷气，用力用力向上推，终于解救成功。旋风做得好。怎么办，出口被挡住了，我们必须尽快找到新的出口。找呀找呀找一找，出口在哪里，找呀找呀找一找，哎呀找不到。地面太厚了。那边有光，我们快过去。长长手臂有力气，冰块吊起来，朝着出口游啊游，救援成功啦。啊啾啊啾，谢谢你们超级汽车。刚才真是太危险了，你们看见这个提示牌了吗？这里不能滑冰。我们知道了。阿秋，花园大道。哇，公园里的花好漂亮呀！雪莉，我们一起和小花拍张照吧。好呀。啊，花儿怎么消失不见了？啊啊！哇，小花，让我问你香不香？怎么回事？小花们，来喝点水吧。涛涛，你怎么了？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妮娜，你快看，公园里的花好像正在消失。我的判断，一定是有人把花都偷走了。是谁呀？是我，麦特博士。我要让整座城市的花都消失。去吧，我的鼹鼠车们。原来是你们在捣乱，可恶的鼹鼠车。我得想个好办法。有了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妮娜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哎，发生大事了，我今天早上起床后吃完早饭想去花园里散散步。妮娜，你快说重点。重点就是城市里的花都被鼹鼠车偷走了，我需要大家的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请准备。
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别跑，花园里有小偷，躲藏在土地下，悄悄地偷偷躲，一眨眼不见了。咦，去哪儿了？出租车蹦蹦跳，挖掘机挖洞洞，消防车喷喷水，让我们把你抓到。水泡快发射，对着洞洞喷呀喷，大大轮子跳高高，对着洞洞踩呀踩，小偷小偷别想跑，完美配合抓住你。哦，还有两辆鼹鼠车，继续行动，加油。当我数数几个洞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向下发射水炮弹，打水打水哗啦啦，小偷全被冲出来。呵呵，可恶的鼹鼠车，这就是你们的下场。花园里少了好多花呀，没关系，让我们一起把花园变美吧。嗯嗯。愤怒的蜜蜂，哇，好甜呀！胖嘟嘟，你在干什么？麦嘟嘟、乐嘟嘟，你们来得正好。这儿有好吃的蜂蜜。哇！麦嘟嘟，你快点，我要坚持不住了。再坚持一下，我马上就碰到了。许多蜜蜂，请求帮助。好的，别担心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火箭赛车，旋风。飞天救护车，安琪。巨无霸大货车，斑斑。超级汽车出动。飞呀飞呀飞，飞呀飞呀飞，是谁受伤了？看我的，别哭别乱动，我来帮助你，伤口不疼了。不疼了。
小花香香香，蜜蜂好喜欢，快来追我吧，来呀，跑呀跑呀跑，跑呀跑呀跑，加速向前跑，左边嗡嗡嗡，右边嗡嗡嗡，蜜蜂越来越多，太多了，旋风快过来，引擎轰隆隆，大车轮转呀转，突然改变方向，车门快关上，我肚子嗡嗡嗡，哟吼，任务成功，快送他们回家吧。送回家了。不会是蜜蜂又来了吧？快跑！哇！最强组合。为什么我每次都会输给超级汽车？难道他们有什么秘密武器？我要好好研究一下。哦，警车和挖掘机的战斗力最强。嘿嘿，我有主意了。完成了，没错，它就是警车和挖掘机的合体升级版，无敌汽车王。真是太完美了。不愧是我天才麦特博士的发明，无敌汽车王，去战胜他们吧！雷克警长，我已经帮你升级到最佳状态了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哦，好极了，谢谢你配了火。嘿，你们看，开心虎帮我涂了保养液，还是草莓味的。是求救信号。快走！指挥中心，我要投诉雷克警长，他导出发射大王，把城市弄得一团糟。还有挖掘机库宝，他用铲子到处破坏。看，他挖的大坑。什么？雷克警长和挖掘机库宝？这一定有什么误会。我们俩可是一直待在这儿。快看看监控。原来是麦特博士发明的汽车，他竟然复制了库宝和雷克警长的武器。哼，这个坏蛋就交给我们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，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铁臂挖掘机库宝，超级汽车出动。警车警车滴滴呜滴滴呜，加速追击冲冲冲冲冲冲，我的大王能抓捕，瞄准目标。射击，小心小心，快快躲避，瞄准车尾，射击射击，小心小心，快快躲避，我是正义的警车，勇敢战斗不退缩。大意了，雷克警长，我来帮你。挖掘机呀，哐哐哐哐哐哐，加速救援，这招，挥挥铲子，进攻进攻，撞呀撞呀，绝不退后，转转车轮，进攻进攻，撞呀撞呀，绝不退后，我是最棒的挖掘机，坚持到底不放弃。怎么办？他真的太强了。别灰心，我们一起上。警车警
车向前冲，冲啊冲，挖掘机呀挖石头，挖啊挖，我们是最强组合，并肩战斗，嘿，加油！警车警车，发射大网，挖掘机呀，不断攻击，警车警车，绝不放弃，挖掘机呀，最强一击，只要我们在一起，超级汽车会胜利。为什么我又失败了？你当然会失败，谁让你遇到的是最强组合。穿越迷雾，别出声！嘿，我抓到了！哇！哦，变天了！同学们，快来集合，我们现在要回家了。你们看，好大的雾呀，路都看不清了。杨老师，我们怎么办？同学们，快过来，千万别走散了。杨老师，你们遇到什么麻烦了吗？森林里突然出现了大雾，我们迷路了。大家别急，请留在原地等待救援。开心虎，追踪电话信号，确认他们的位置。嗯。找到了。哥哥，这次的任务要派谁去呢？既要熟悉路线，又要保证乘客们的安全。最适合的超级汽车就是公交车、巴士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，豪华公交车巴斯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大雾干扰了视线，我要小心一点。杨老师，这里什么都看不清，我害怕。别怕，你们快看，巴斯，快上车，我带你们回家。耶！大家坐好，我们出发了。引擎轰隆轰隆隆，车轮转呀转，朝着正确的方向，哦，继续向前走。喇叭滴嘟滴滴嘟，车灯闪呀闪，穿过迷雾，找到回家的路。轰隆隆轰隆隆，轰隆隆轰隆隆，别害怕，灯光把黑暗照亮，我会陪在你身旁。轰隆隆轰隆隆，有大哥，轰隆隆轰隆隆，别担心，车轮充满力量，带你向前放飞呀，哦，勇敢向前走吧，什么都别怕，不怕不怕，出发出发。车辆转弯，请注意安全。引擎轰隆轰隆隆，车轮转呀转，沿着小河的方向，哦，继续向前走，小桥晃呀晃悠悠，出现大洞洞，危险危险，退后快退后。怎么办怎么办，想办法想办法，不要急不要担心，我们一起修好它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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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朋友们在一起，什么困难都不怕，哦，勇敢向前走吧，我们要回家，终点终点马上到达。
请乘客们下车，欢迎下次乘坐。谢谢你，巴斯。奇怪的狂风车。今天的天气真好呀。我也喜欢这样的好天气。今天的太阳暖暖的，可真舒服。阿丽。发生什么事了，乐嘟嘟？我的风筝挂在树上了，你可以帮我拿下来吗？没问题。不过今天没有风，不适合放风筝哟。你看，风来了！救我，阿丽！乐嘟嘟，坚持住！怎么突然刮起这么大的风啊？我可不能让你们享受好天气。让你们知道狂风车的厉害。小心，奇怪，到底是哪儿来的风？大家快躲到房子里，呼叫指挥中心。火！城市里出现了狂风车，你们看！救命呀！不好，城市有危险，我们要赶快行动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出动！超级汽车变身！大力神吊车，阿力！铁臂挖掘机，酷宝！飞天救护车，安琪！超级汽车，出动！大风吹，大风吹，狂风呜呜呜吹，汽车汽车天上飞。危险危险，快帮忙！长手臂伸出去，吊车咔咔有力气，大大个子甩呀甩，别怕，我会抓住你。我来接住你们。大铲子转呀转，挖掘机的手臂多，哐哐哐哐，准备好，一二三，我全接到。救命！来了，大翅膀扇呀扇。车来保护你，飞飞飞到你身边，紧紧抓住跟我走。大家都安全了吗？狂风车又来了，我们必须让它的风扇停下来。有了，用蜂蜜把它粘住。甩钩子，挥铲子，扇扇我的大翅膀，风儿风儿吹呀吹，大家努力别放弃。失败了。没事，我们再来。甩钩子，挥铲子，扇扇我的大翅膀，风儿风儿吹呀吹，大家努力别放弃。他的风扇被粘住了，我们成功了。什么？竟然失败了？这不可能！狂风车，给我继续转起来！一日警长。观众朋友们，贝勒小镇最受大家喜爱的汽车之星，他就是是我雷克警长。竟然是警车雷克。大家都喜欢雷克，为什么没人喜欢我呀？我可是最快的赛车。我现在就去找雷克比试比试。比试什么？雷克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，
你烫得像一个刚出炉的烤地瓜，肯定是发烧了，要赶紧去医院。可是，有紧急任务，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虎，开心虎，我收到了紧急任务。没错，雷克警长，贝勒大街发生了交通大堵塞，需要你指挥交通。让我去吧，雷克生病了，他现在非常虚弱。好吧，那今天的任务就交给你了，旋风。没问题，交给我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过肩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十字路口堵车，旋风警长有办法，左边汽车快快前进，右边汽车快快后退。撞车了，都怪我太心急了，千万不要拥挤，一个一个保持距离，注意注意慢慢通行，道路道路畅通了。谢谢你旋风，指挥交通可真难。抓小偷呀，小偷小偷别逃，旋风警长有办法，轰隆轰隆加速追呀，冲啊冲啊超过你啦，我赢了。旋风，这不是比赛，我应该抓住他，改变我的方向，朝着小偷追呀追呀，加大马力向上飞呀，轻轻松松抓住你。好，遇到困难别怕别怕，旋风警长会有办法。小心，遇到困难别慌别慌，旋风警长马上帮忙。谢谢，别客气。谢谢你呀，旋风警长，跑来跑去不怕辛苦。嗨，旋风，今天真是谢谢你了，一切还顺利吗？原来当警长这么辛苦，难怪大家都喜欢你。观众朋友们，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，下面揭晓今日最受大家喜爱的汽车之星，他就是旋风。是我。恭喜你啊，旋风，看来大家也很喜欢你哦。你说的对，我可是最酷的赛车。